him up.我们班都挺乖的，上课什么都挺准时的，也挺怕老师的。写过检查？真没有。那我问个好回答的，刚才你看你的美已经震撼到那个女记者了，为什么每次都这么美？哎呀，老不好意思了。啊，谢谢谢谢。好了，我现在是因为那个就是身上裙子也开花嘛，那自己什么时候可以开花结果啊？这个开花结果的意思是指是可以有个宝宝。哇，那是开枝散叶吗？今年还不会，今年还不会。但是也有计划了。那有商量。明年吗？不告诉你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